群，很久没有跟景鹿玩玩啊。嗯，最爱的长颈鹿。不要吃那个啦。早安，小永群。到了哈，嗯，好，慢慢喝。要拿出来了，哎呦！有啊，有妹妹喝啊。
先换布布，换完布布就可以睡觉了。哦，知道知道。哦，我们换布布，我们换布布就睡觉了。好棒，好棒，我们换完布布就睡觉了。好了啦，不抓手铐。好了，要穿布布了。马上马上。好，给你看看这个，会不会烫烫？哎呦，是烫烫的。来，妈妈看看。还好啊，不会。这个是 A 菜哦，小小厨吃 A 菜哦。我只会吃菜菜。可以吃菜菜吗？好棒！哦，小泳裙好棒，我吸汁哦。你要吃下去啊？然后把它吐出来都可以，看你。哎，这样丢掉了，给你，菜菜给你。这边，菜菜，要咬啊！你要把它咬断了。嗯。怎样？你今天不喜欢吃菜菜了？不想吃菜菜。不是，筷子没有没。我们吃菜菜。吃鱼，啊，那鱼给你。哎呦，都碎掉了，啊，都掉下去了。这里，这里有大块的鱼，好多好多鱼哦。哦，好多鱼块，哎呦，都碎掉了，都碎掉了。你有吃到吗？哎呦，一小口，一小口的。再来一小口，给你，不要抓头头。来，这有鱼有菜的。
三分。好吃，好吃。再来，再来，还有啊。在这里。好棒，加油，君好棒。不要抓头头了，来，叔叔特地寄给你吃的芒果呢，你要好好的啃啊，哇，好好吃哦，慢慢来，慢慢啃，好甜，好好吃哦。你是当固齿器在咬是不是？自己拿。吃芒果，小永群吃芒果。啊，别的地方有肉啊。这里妈妈要准备一大块。你怎么都一直啃那个地方呢？这里。哎呦喂呀，哇！很急，很怕丢，走被拿走，是不是？妈妈帮你。
是要喝牛奶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饿死了，饿死了。擦眼泪。叔叔，看我有没有叔叔。等一下喝完奶奶先睡一下。我们睡一下好不好？你今天累了一整天了。慢慢喝，要喝光光了。好了，吃晚餐喽。也是丰盛的一餐哦，菜有肉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有泳裙，好，拍动拍动。好了，咱吃吃阿母，我们阿母吃吃。所以都开始打哈欠了，于是他们熄了灯就准备睡觉。驴子睡在稻草上，狗狗睡在门边，猫咪睡在暖炉上，而公鸡只好跳到屋梁上睡咯。然后夜深了，盗贼们在黑暗的森林中徘徊，无处可去。于是盗贼的首领派了一个部下再回到原来的屋中侦查情形。咦，灯光熄了。盗贼听了首领的命令，不得已只好回来查看。其实他已经怕得两腿发抖了。你看，你看他们睡在这里。你看盗贼回来了，他去屋子查看。哦，吓死人了。他非常害怕地走进漆黑的房屋里。首先，他看到暖炉上有闪闪的红光。因为不知道那是猫的眼睛，所以想伸手把它拿起来。哎哎哎，书会坏掉了。忽然间，猫用爪子狠狠地抓了一下强盗的脸，它被吓了一大跳。哎呼，泳裙哦，马上，在这里。哎呦喂，来，给你喝。哦，抢着喝奶奶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喝完奶奶就可以睡觉了，对不对？喝完奶奶要先刷牙牙，刷牙牙才能睡觉。
20了，没这么饿吗？慢慢喝，慢慢，从以前慢慢喝。就说慢慢喝，小木木啊，怎么臭臭的？嗯，你也不知道，其实你知道吧？啊，都要睡觉了，在那边大便，笑得这么开心，嗯，啊，嗯，干嘛干嘛？好了，睡觉，晚安，木木晚安。欸，现在已经习惯了，反正我就不讲话，你自己就会开场了，这样。今天又是什么问题啊？我今天聪明哦，知道我要来问问题了，是不是？请说。你平常在追剧吗？追剧，有啊。你平常在追剧的人，哇，那这一题应该难不倒你哦。请说。网络上大家常讲的 BL 剧是什么意思 ？Boys Love， 就是男生跟男生谈恋爱。哦，那你有看过什么了？我最近才看了一部。我说比较现实的，还是比较清流一点。就是我高中，你推荐的。我高中曾经是腐女。哇，你直接这样讲了，是不是？高中啊，现在还好。现在长大了，明懂事。小小腐，小小腐。哦。我来推荐一下。嗯。BL 剧。BL 剧哦。对。我最近嘛，我最近没有在看哎、欸，我最近都在看美剧。那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有看吗？有啊，可是那个其实很屁事，不太算 BL 哎、欸，就是 BL 不是要那种就是动画那种吗？哦，动画才算，就是也不是才算，就是大家讲 BL 就会直接连接到。比较动画一点哦，是比较动画的，不是。其实 BL 有很多，但是如果你直接讲 BL 的话，你就直接想到动画。对对，但是其实刻在你心里名字也算，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说那种剧叫 BL 剧，哇，那么专业啊！因为我们会说这是一部电影，嗯，因为一部电影可能包含很多啊，有可能是异性恋或同性恋，然后有可能包含 BL，但我们不会直接说它就是 BL 剧，嗯。哇，长知识哦！腐女小知识，快大家入坑！妈又赞！好了吧，太长了吧？你早餐吃了多？啊，我吃薯饼，还有煎饺跟一些奶茶。哎、欸，你也是大胃王是不是？还好吧，这样，还好。